天365天做364天，尤其一个年初一罢了。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。做环保几乎全年无休，60岁的谭正球每天从环保站步行到商区，动线不变，风雨无阻。他一跑，我们的脚就坐到老了要坐了，就几个岁那个没有响了，一路运动了。任由雨水打湿衣衫，打开垃圾桶翻找回收物，手推车是谭正球最好的帮手。应该经过了力啊，全部上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他慢一步跟跑一步的不同，哥，我跑那边去，再绕回来没有了。跟时间赛跑，熟练的动作把资源放到推车，化废为宝。拿去做买了去做先车，救人呐、啊，什么什么了，去帮人了、啊。人家穷的、啊，就有政府有什么、啊、就去帮了。Kami ada bagi ada itu susu tin punya tin kan, kami ada bagi ini ada kuota-kuota kan, telur punya kuota, semua kami ada bagi, jangan buang, ini bagi saja. Tidak buang kami sampah kan. Dan ini masih belum selesai? Masih belum. Masih belum? Masih belum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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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日来回两趟，每次都满载而归，一念心存，只为助人。多一点，因为他是在根林澳，以前是做环保的嘛，师姐就带他来这边咯，在这边也是做环保咯，是当一家人啦，当哥哥弟弟这样子看待咯。也是慈济照顾户的谭正球，3年前开始做环保，默默付出的身影，村民全看在眼里。以前还没有环保站，我们自然去丢。啊，就他每次跑进来问啊，那个纸皮要不要？我讲不要啊，跟你拿了，我们就给他了。他就用那个推车自己推过来了。有时太多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再过来这里。做环保不眼泪，用双手守护大地，也让时间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吴永贵、谢念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